其实检方的一记回马枪啊，拉高了这整个案情啊。其实据了解呢，检方呢不是已经掌握不利招行要的市政，意图搜索借搜索来巩固之外，就是办案技巧的运用啊。不过不管呢，在昨天呢，检方是首次以侦自案被告身份传讯张显耀，而且迅速展开搜索约谈行动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其实这都凸显了泄密案的案情已经急剧升高，越来越不利，一路动作频频的张显耀。其实。